是九二一大地震，我进亚洲杨秋霞世界，就我讲去东势看卖，看到张玉民翁兄啊，就这人帮伊做念啦。啊，在民无食，啊，咱就直接提供热食回家啦。在民受伤，啊，仁义会医生帮伊加药啊。在民无通好住，上人去大爱屋分住，让我印象真深刻啦。主席是量身定做的诸神团体。我是今年79岁，经营相馆已经50年啦。现场是我本业啦，啊也嘛是我专业。啊！我入来记录住宅社区的活动，对我来讲是足轻松的工作。我已经都退休啊，吼，啊，就决心吼来做这志工，吼。所以讲，不管需要你来叫，我拢会使来承担这个工作。这个这区呢，哎呀，火爆！上人叫咱讲啊，学到老，活到老，做到老。住宅内底吼，足侪有好啊好的项目。比如讲啦，农业啦，做环保啦，做念大爱农场的农耕啊吼，这拢予咱真好诶学习诶工课。有人讲时间挡袂牢，啊物常挡袂牢，唔通想讲要过哪载来海带。现在有希望吼，人生啊有年纪有这么大了吼，尽量要做了吼，会命不要给它中断了，啊要是。要做到最后一口气啊，这样。